作曲家以清淡的、有些萧瑟的弦乐追忆着前尘往事，并未着力渲染，但却准确地勾勒出遥远的时间距离。这段配乐明显寂寞与霍华德配乐风格的结合体，两个人的个性特征也是有迹可循。淡雅诗一般优美的旋律属于霍华德，而紧张的动作段落则是汉斯寂寞的拿手好戏，将蕴含其中的一触即发的惊险外化，大肆的渲染，时刻震动观众紧绷的神经。配乐中出现了连续16分音符的肢体，或是两音重复，或是两音离弦。配器上时而以弦乐演奏，时而以鼓点加以强调。无论与之配合的是主题宣叙的弦乐，还是气宇轩昂的铜管，或多或少，或明或暗，这个肢体一直铺陈在整段落中，充分展现了寂寞招牌式配乐的特征与魅力。